华议员，嘿，不对，是咱的这个玉姬姐，是，要来安排什么歌曲？长崎的蝴蝶姑娘，我想讲你要念日语的。Nagasaki， Nagasaki 舅舅桑， Nagasaki 舅舅桑。刚才听歌，这么快哦。所以日本的这个专业表演舞者呢，谢谢哇！啊，唱歌嘛，唱歌足好诶。因为现在吼，今卖人，你看咱目睭若金，就离不开这十样东西：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奶粉、尿布、信用卡。所以吼，就有恁这个大舞台，让阮大家拢安尼吼，心情放哦轻松。相信就是快乐的每一天，是让他们每一天吼，拢安，让阮有一个安舞台，啊，让咱会当唱歌。你看，所以人讲我定甲馆长讲，人讲人文记录真艰苦，看到乡亲受苦楚，惊伊受寒饿巴肚，啊是小小的便当看眼报，
哦、嗯啊，就让我们这样子都有这个表演的舞台。不怪是咱做议员的啦，哎、欸，讲有够好讲的啦，这要叫我讲嘛，袂晓讲了。没有啦，啊，今晚吼一句话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啦，吼、哦，人讲家宅万贯三顿饭，嗯，房间千间一顶床，所以地久百年得自在，积善受丰更太平。欢迎大家来信给大舞台来这唱歌啊娱乐哦啊，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的和谐。真的好、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咱的玉姬员啊，感恩公仔龟龟和伟，感恩就好，谢谢阿妈带来这精彩表演。